阿康子又換咗車喎。阿康 Sir， 冇玩我啦。基本上嗰架車唔係屬於我嘅，屬於香港特區警察。佢只不過係掩飾嘅架生。平時你食咁多包心似肚，而家要你食呢啲醋嘢，你慣唔慣？咁有時人食得多魚翅，都想食下粉絲嘅，就你啊。係咯，康 Sir， call 多我咁急，今次有咩任務？呢個人咧就叫陳歡喜，人稱歡喜哥。 系红英社其中一个大佬，呢个人表面就嘻嘻哈哈，其实咧就好有心计，城府好深。佢之前涉及一宗庞大毒品交易，后来呢一单交易黄咗，批毒品又下落不明。我哋怀疑佢食咗呢一批毒品嘅夹棍，之后为咗避风头，自己拉单嘢入监。呢一只老狐狸，我哋怀疑佢已经收埋市值嗰一个毒品。咁你想我做啲咩？陪佢坐监，埋佢身，整袋时机。 起翻毒品做咩啊？唔捨得架靚車同埋啲名牌。阿康 Sir 啊，唔係話你想坐監咧就可以坐噶，都要時間安排噶。你個大酒店咧，擺低張卡入大堂就 check in 啊。辛苦曬。我咪講咗要5.46盤，點解而家變咗5.46盤啊 ？Sorry， Kobe 哥，撳錯咗密碼 ，login 嗰陣已經變咗5.46盤。 撳錯密碼。 你知唔知你撳錯呢個掣，對到我哋唔見咗成百萬 ？Stupid！ 李東勤，我哋 CCB 而家懷疑你虧空公款要拘捕你，呢一張係拘捕令。俾我3秒。財政部上週啱啱宣布，國內28個國家推廣新能源汽車，呢3隻新能源股，我做聲佢。咁都話 Sir。 可以跟你走啦！入嚟啊！望咩望？系咪想打啊？对唔住，我自己撞亲张床啫。咁啊啱啦。 你又出嚟见你点啊？仲 OK 啊嘛？不如你自己入嚟试下。知你辛苦啦，仲有2個月你就可以翻出去，有冇进行成点啊？陳歡喜呢只老狐狸戒心太重，虽然我而家同佢倾到2句嘅，但系只限啲吹水嘢，要博到佢信任，睇嚟仲有啲功夫。但系啲时间唔多，放心。 跌㗎啦！如果有揸就要沽啦。沽呢只仲有得升喎。呢只股顶窿3.9，过3.9一定要沽。信我。哎呀，后生仔你嚟咗啦！喂，今日买边只啊？好似寻日咁跟你买嘅噃。刘太啊，你后生仔好叻㗎，你送佢讲啦，快啲沽咗佢啦。快啲啦，就嚟3.9啦。哎呀，跌啦，好准啊，真系。后生仔好咗你提我咋，以为即时坐艇㗎啦。 大哥，咩事啊？有人想见你，跟我哋行。
店长。欢迎你哥。系 ，Kobe， 哎，又嚟坐唔争气。哎呀，唔记得呢度系你屋企，唔使招呼啦。原来系你啊，欢迎你哥。哎，我好肉有料啊。冇酸冇辣。嚟嚟，坐坐。唉，估唔到你咁本事，都仲系住呢啲屋企啊？冇，呢度我老家嚟嘅，我老豆老母走咗啦，咁而家乜都冇晒，咪翻嚟踎咯。哎，同你介绍，佢叫阿九，帮我处理好多事嘅。佢叫差炳，泰拳王，闲闲地一个打十几个。佢两个呢排跟过你，知你出嚟之后咧，日日上去股票行度玩股票。无所事事，望亲眼仔咯。知你执啊执得唔多噶啦，但系胜在咧，你次次都赢。啲师奶又封咗你做股神，受欢迎仲犀利过痴叻。睇嚟欢喜哥你都系睇中我呢番本事，如果唔系都唔会亲自踩上门揾我。醒目仔，我系起过你睇噶啦。你读中学嗰阵时就喺南区名校嗰度读 ，IQ 有130几，系资优生。跟住咧拔尖入大学。唔使22岁咧，你就大学毕业之后，你就喺金融界度打滚，可以讲得系名成利就。衰啊衰在你亏空公款，拉咗坐监咧，仲查晒我啲嘢出嚟添。睇嚟我喺欢喜哥心目中有啲价值啊！我就系中意你有自信同埋贪钱，钱又边个唔中意啊？女人同钱系男人最大嘅欲望，有欲望啊！先至可以做到大事嘅，歡喜哥，我有本事，你有眼光，一於有錢齊齊揾。好，咁我就打本俾你幫我投資，啊，擁照抽翻俾你。喂，咁啊，如果輸咗咧，我就打跛你嘅腳，制唔制？講笑咋？嗱，你唔出聲就當你應承噶啦。多謝歡喜哥關照。不咁得意嘅，而家都冇人用筆噶啦，你都撳電腦啦。又幾好寫喎。喂，嘿，泰山哥你好你好，好啊好啊好啊，一定到，多謝多謝。唉，塔莎话今日关公达红英摆酒，就与我为多贺我。嗰边有咁多人嚟啊！诶 ，Kobe， 你今晚有咩搞啊？老啊，冇啊，谂住睇下电视咋。嘿，一齐去食好嘢，顺便撑撑个场。你点啊？点好啦？嚟，俾翻你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剧集精彩片段每日不断放送，你唔系仲未 subscribe 啊？记得揿埋个钟仔啦！